秀节目出道的限定女团 K-Pler 在13日回归，然而回归当天竟被爆出成员金多娟和男团 Cyper 成员 One 热恋中，有网友挖出两人疑似在相同地点拍照，还有情侣衣服和包包等。更可疑的是，金多娟的手机桌布和男方先前分享过的照片完全一致，高调行径让粉丝错愕，直呼这种程度根本是很想被发现吧。K-Pler 所属公司回应不回应恋爱传闻，是因为没有理由否认。One 所属公司则表示很难确认事实，尊重个人的私生活，被认为是在默认恋情。然而两人都是出道不久的新人，被批评根本不把粉丝放眼里，也没有尊重同队队友。而在 K-Pler 本次回归的新歌中，金多娟被分到的 part 更是全团最多。事实上，从选秀节目时期开始，就有许多人认为她被给予特殊对待，镜头相当多。然而加权前的实际分数却是全团最低。出道后明明不是主唱，也不是官方 C 位，分配到的 part 却常常是前几多的，拿到最好的资源，居然还爆出恋爱，让大票粉丝都无法接受。